干嘛？脸这么臭，球赛输了。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协议？你为什么和别的男生卿卿我我的？我和谁卿卿我我？不对啊，协议上只说我要在你家人面前装女友，在学校我们可是要保持距离。你干嘛来质问我？所以你就和司婉说我们是假情侣？那只是个意外嘛，他来质问我，我也瞒不住啊。还不是因为你跟别的男生走得太近才找出来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在学校不能有男性朋友？不能。顾言论，你这是霸王条款啊！你没权干涉我的交友自由。你协议期间跟别的男生交往过密，是干扰协议的执行。顾言论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司婉已经答应不告诉顾公公了，所以以后除了协议上的条件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燕芷涵。你跑什么？干嘛？言论。别得意太早。言论，论坛的谣言已经按照你的意思都一一澄清了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